今天唱作曲家，我要准备唱一点曲啊。有点是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我要请我老婆上台。好，我下来。你们走了，你们会后悔。对，我跟你讲真的。快点啦。11点，所以你们也不可能2点来在这里。好，这首歌我们唱今天的 ending 曲。这首歌一个人唱的时候叫做恋，两个人唱的时候叫做相恋。Yeah！谢谢，我们不流行三个。三个人叫三角恋。Yeah.
Come on, everybody.